翠友们呐、啊，现在这个市场啊，所谓的某某大师乱象太多。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带你们领略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大师。我一个几十年的兄弟，叫唐书涛，因为他的作品呢，在2006年就被国家故宫馆藏了，设定为国宝级。今天我就带你们看一看什么叫大师雕刻的作品。朋友们，22号晚上9点，我们在王哥直播间见。